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再次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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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哎，我知道，哦，超厉害的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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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。好的啦，六三九，我是玲玲，我是你的姐姐，欢迎来到玲玲画画小教室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画，又来了，毁灭之刃。那我们就从第一开始的天际楼开始画吧。我们先把脸部画好，先不画头发。OK， 那就开始吧。天际楼的脸部是有点小弯曲，就是有个很可爱的脸颊。然后今天用的是角落生物的文具，然后着色的部分我们会用这个萌喵彩色笔。然后接下来是它上半部的地方，对，它它的头发的渣渣。什么叫渣渣？头发的渣渣，因为它的头发就是炸炸的，因为它有炸，我被炸了，因为它要剪头发。先画一个十字架，从脸颊，脸颊这个我知道啊，凹进去的，我知道啊，凹进去的地方画，然后呢，再从头发上面的渣渣画下来。什么叫渣渣？我们先画他的嘴巴，他的嘴巴就是一个卡通板。他耳朵应该只会到头发这里。好，嘴巴画好了之后，我们画旁边眼睛的部分，就是有点像猫熊的样子。是猫熊样，眼神变得很哀愁。哎，画错方向了。他的眼神更要分离一点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那他眼睛好恐怖。然后呢，最后上描边我们就可以把十字架擦掉。画他的这个部分，他的疤，因为他小时候就被热水烫到。他有被热水烫到？对，被热水烫到才造成这个伤。所以爸爸也被热水烫到哦。我们先从他这边的撇的刘海画起，然后呢，再来是他的花牌耳饰，基国园艺。它这个疤上面会有个头发的折痕，第二格上面也会有个一样的折痕，然后这里会是一个小揪。什么叫小揪？小秋太郎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画它侧边的部分，这样我们炭治郎的脸就完成了。这里画好之后呢，再往上我的眉毛好漂亮画齐。好，这样我们的炭治郎就完成咯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画内子克。好，这段剪掉剪掉，因为我要去拿白纸。可是有在沙沙西米欧的浓浓你的一苦的梦，呀嘛呢呀嘛呢，是是咪，蘑菇妈妈，太奇。米豆子会比较少。好，那我们先从米豆子的竹筒开始画起。米豆子的竹筒呢，就是偏向这样子，因为它的竹筒这边。那我先主要画它竹筒，它竹筒呢会是有些圆圆的地方，之后隔一个空间，再有个圆圆的，就是竹筒比较粗的地方。你在哪的梦？那么绿，那么可爱，可爱。因为我要必须守护这颗爱。发明的那大地，你看那那子，如果你哦的心爱，如果你哦的，那么。
梦。呀嘛呢呀嘛呢呀嘛呢，是是咪。僕もの大吉。然后有个空间，它就是要迷豆子它的袋子。然后呢，它就直接。你是蝴蝶人，应该就是，因为不行，你要砍断头松懈啊，强制呼吸，第十五，你作弊了，这是作弊法啊！我不会，我噔噔噔噔，夜晚里，思索迷，多个梦呢。タチタチ一字字一点墨，然后接下来要画迷豆子下巴的部分，然后呢要画迷豆子的脸颊，他的脸颊就是偏圆。ポケモンのタチ，我画东西很容易失败。一字字一点墨，一个字一个字难为，哦咦，字字字难为，哦咦哦咦，一用一用一用的，一用一用一。为什么救护车要叫一？不知道啊，看人家叫做一用。一勇有你的东西在车上，一勇一勇一勇，你们听，那他就太健忘了。不能记不记，那你是你的梦，那么绿那么可爱。那接下来画五豆子的虐。那十字架的话，看大家要不要画，就自己决定。咪咪咪咪咪豆子，咪豆咪豆咪豆子，咪豆咪豆子咪豆子咪豆子，咪豆子咪豆子咪豆咪豆子咪豆子咪豆子。今天我画竹筒。叔叔们，叔叔们，你画，你都画的那么好，因为那里有凹槽啊。那我要自己画。一个字，一个其他努力。不能记不记得你是你的梦。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。好，迷豆子也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要画成一只，这一只它看起来比较好画。然后等一下一诺之歌我会画两种，一种是它有戴头套和它没戴头套。然后又回来我们 QQ 的脸颊 ，QQ 的，咚，三十，咚，迷豆子的脸画好了，你画善意好像画成我了。一只猪它的头发有个特点，就是它的刘海会交叉。然后善意呢，他的眼睛也一样。那我的长相有什么意见呢？因为善意他原本就是虽然内心很善良，可是却比不出来，却很常哭。所以呢，我把却比不赢那个，我就给他一个哭。你是那比莫西的忽然の好歌さっきの忽然我没我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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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善意的部分就画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要画 nosegay 蜘蛛的特征，画好了。特征是它的脚草。哇，好可爱！我这才发现，一蜘蛛的头发是往内的，往内的，跟你一样。嗯，自然卷。你只要把头发交叉，对我的长相有意见吗？对，其实他是一个大美人，遗传到他妈妈了。对我的长相，可惜被头目杀了。对我的长相有意见吗？有，你穿着米豆子的衣服。噔，我先画好他的猪鼻孔。姐姐，我可以把你涂色吗？再画他的眼睛。姐姐，我可以把你涂色吗？你这个，你会不会画他的耳朵啊？主角圈就画好了。今天你要我帮你做什么？帮我描边。可是我觉得还是我描。姐姐，那我帮你涂颜色。那你帮我，那我要继续画下一张。下一张我想要以柱为主，以柱为主的，那我先画一黑。我选一黑的原因是因为它看起来比较好画。这蛇我要在头上变成一个很可爱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微笑汉堡吧？还是小花猫？那是那个甘露寺蜜里的小花猫。没有点到其他角色，幸好是。会不会我一点，结果是点到眼睛？不要咬了，不要咬了。要摇，它有水啊。一黑之后，当然会想到甘露寺蜜里啦。打开你的爱情手册，就在此刻，为你唱的专属情歌，要记得。那我上旁边可以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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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啦哒，然后在此刻。你唱歌手倒水，你想说的，做你想做的，别怕失败，因为你有我，陪你看日落，陪你等雨过，陪你一起唱完我们爱的歌。姐姐，这个图满了。你的爱情手册，就在这一刻。为你唱的专属情歌，记得我现在眼睛用这边。说你想说的，做你想做的。哇，这边已经湿了好多。陪你看日落，陪你等雨过，陪你一起唱完我们爱的歌。为什么相亲会失败？哎，有押韵。甘露寺蜜里为什么很可爱，相亲却失败？而爱败可爱爱败爱爱。没电喽！好，那我们刚才已经描完边了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先做擦的部分。彩色笔帮他们着色咯。然后呢，因为可能不知道这些颜色涂出来会怎样，那我先以米豆子为主，要在旁边试色。天星大一梦，我的地大一梦，你是谁？快点告诉我，你到底是
是谁？噔噔，谁开你？我是迷路的鸟，你是路比我是他孤单啊，孤孤啊，之类的。我们今天的画就画到这里，红喜欢吗？不喜欢。好，那顺便记得订阅光明晚上6点的睡前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